因为我是一个比较主动的人，我看到哎呀很想跟他讲话，我就直接跟他讲哦 ，Hi， can we be friends？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 Farah， 我来自林梦，我在苏门拿 Bachelor Degree in Marketing。起初我本来想在西马读书留学，所以我就想，哎，在西马又是一个大城市，然后我父母又没有什么，就比较担心，因为要出去读书嘛，然后顺便你要独立一点，所以我就想学，没有什么靠父母。如果在美林的话，我的父母可以每个礼拜都会下来来看我，然后我就没有自由，自款不一定。然后我来苏门呢，因为苏门是在城市中间，然后你去哪里都很近。不管你要去像古晋有很多旅游地点嘛，然后要去 mall 要 Viva City Street 也没有，如果用 Grab 最贵也只有6块，所以像我要去买一些菜呀、家境这些东西就很近，然后要去银行要去哪里都很方便，超级方便。因为我跟那里都有车，对，然后我们就每个周末都会出去玩，有什么就去什么。有新的珍珠奶茶店开，然后我们也去。这个学期我有一个科目是叫做 Integrate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然后我们就要帮忙一个公司，帮他们找他们的弱点啊、强点那些，然后我们要帮他们做一些advertising。那个公司整个公司，然后我就觉得有点难，然后就觉得虽然很难，可是这个对我的未来有帮助，有很大帮助，所以我们就讨论我们到底要用什么方法把这个公司把他们在东马发展。所以我在 Swinburne 有 join Swinburne Music Club 和 Swinburne Photo Media Club andIndonesian Association， 因为我是半印尼人，我就认识一个 music club 的人嘛，然后我就因为我们谈话，然后就会讲到自己的喜好是什么，然后我就讲哦，我比较喜欢唱歌，然后就哦，你要不你就过来 music club， 然后我就一起唱歌，然后讲哎呀你唱得很好，然后我觉得我在水门有机会发展，因为我觉得我有能力去做，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进步，然后就是有senior 帮我提出一些意见，我应该怎么做，然后我觉得对我很大帮助。我建议你们来这边，因为我在这